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三民区长明街过去因为成衣批发电子零件的店家集中，曾经风光一时，但随着高雄车站迁移和铁路地下化，商圈逐渐失去人潮。为了振兴商圈，在高雄市长明商圈促进会的争取下，经济部同意补助多元行销计划，在当地店家和住户响应之下，开幕活动热闹滚滚。户外冷飕飕，不过来到长明商圈却是热闹滚滚。原来长明商圈促进会正举办行销活动，当地店家住户纷纷响应，就连很久没有来这边逛街买东西的民众也闻讯赶来，感觉很兴奋啊！这里很久没有看到那么热闹了，然后顺便可以看知道这里还有卖些什么东西。这几年受到铁路地下化建设影响，长明商圈位在火车站周边，冲击最大。许多店家生意大不如前，于是在商圈促进会的推动下，积极向中央争取举办多元行销活动，希望重振商机。果然一推出，人潮逐渐回笼。来的十几位议员高雄二十几家商圈来的将近二十家商圈的理事长跟主委，还共襄盛举我们这边的会员全部都有出动出来，还有住户，全部我们住户也出来了很多百个。长明商圈促进会不仅找来店家赞助，同时也发放消费抵用券，许多新住民也纷纷赶来设摊卖起特色商品，一时之间文创小吃及新住民摊贩都齐聚在长明商圈。欢迎新创业的，你们来年轻都。多样的行业新创的行业啦，咖啡啦，美食啊，欢迎你们来这边驻点我们这种欢迎，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我们很乐意的跟你们服务。我们有信心，再过几年等火车站好了我们会办得会更好，整条商圈会整顿得更好。虽然目前因为交通建设生意受到影响，但长明商圈店家相信，未来高雄火车站全新站体完成之后，势必会吸引大批人潮，届时商圈就有机会恢复到昔日荣景。长明商圈欢迎大家来消费。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最近又有一场天文奇观，就是12月26号将会出现日偏食。小港区港和国小在日偏食当天将以针孔成像法带领大家观看日偏食。而现在秋冬季节，夜晚的星空也很热闹，有空不妨抬头和星光相会。走进港和国小的星象厅，虽然是大白天，还是可以观察到秋冬季节热闹的星空星座。先后座是一个 M 字形，也可以说是一个 W。飞马座呢，它只有上半身，它没有屁股，然后它跟仙女座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晚上9点出去的话，可以看到秋天的星空在正天顶，然后呢，夏天的星空是在西边要落下去，那冬天的星空即将升起来，所以其实一个晚上可以看到三个季节的星座。天文课程是港和国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的校本课程，学校除了有可以容纳40人座位的星象厅之外，还有一座高倍望远镜可以作为研究星象之用，学生也会到附近学校协助推广天文课程。天文它有很多的神话传说，让人觉得很浪漫，也很就是可以了解这些，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那我们天文本课程的话是一个螺旋式的课程，那在五年级的部分我们会有天文望远镜的教学，那小朋友组装的话就是说，假设我们有活动的话，他可以架设完望远镜，然后呢直接找到适合的星体之后呢，跟民众做解说。至于最近一场的天文大事，就是12月26号将会出现的日偏食，港和国小将在校内举办观看活动，并且为明年的6月21号日环食暖身。那当天港和国小也会架设非常多观测日偏食的仪器，然后供民众来观赏。所以我们会搬小型的望远镜到玄关，然后我们会有景观观测法，然后还有针孔成像法，然后还有一些投影法。
观察天文可以认识日月星辰的四季和昼夜变化，以及望远镜的影像呈现和星球组成的成分，有神话虚幻的想象空间，也有实用的日常知识，打开我们的视野。社区好新闻，黄俊怀、赖昌邦采访报道。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高雄市教育局创全国之先，成立原生艺术育成中心，未来除了成为特教原生艺术互动的平台之外，也可以透过跨部门的合作，增加特教生的就业机会，共创双赢。在特教学生优美歌声及情艺表演下，位在男子特殊学校的原生艺术育成中心下午正式揭牌。市府副秘书长王世芳、教育局长吴荣峰及校长贵宾们共同揭牌，而未来育成中心不仅继续陪伴特教生艺术创作，也开启更宽广的职涯发展。育成中心很重要的就是协助他可以跟我们青年局的青年方案对接，因为他在育成中心，我们就可以要求青年局来跟我们合作。对于未来你如果自己要去开艺术工作室，甚至你的产品要卖到我们的市面上，它势必要有经营、销售等等，那么青年局可以打出这一条通路。是否如此用心在特教学生上，家长会长吴鸿翔也十分肯定，认为对于特教学生来说帮助很大。把一些可以再栽培的小朋友留在这边再培养个几年，然后借由市府的那个团队合作，让这些小朋友可以发扬光大，让他们作品可以推到国外去。对于特教生来说，毕业后可能因为缺乏陪伴而失去成长进步的动力，尤其许多学生在绘画、陶艺等方面都有意想不到的天分。家长认为成立原生艺术育成中心可以让孩子们再度跟社会联系，都很感动。孩子做他乐意的事情，我觉得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是这个，他可以去做一个他很开心，而且最后这个作品真的是被欣赏，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事情。他一个跟外面沟通一个管道，而且这边老师其实很了解他们各个小孩子的一些他们的性格什么，对他们的那个作品我觉得也是有增加的。身心障碍的孩子有拥有空间视觉强项的比例是高的，但是这些孩子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媒材主题形式让他发挥，那他会虽然只有一招，但是那一招练到成为绝招，也可以闯荡江湖。男子特殊学校之前就率先成立第一个原生艺术馆，如今再度创全国之先，为特教生打造育成中心，除了老师继续陪伴之外，也让更多人了解特教生的原生艺术。社区好新闻，潘之光、王思武采访报道。三民区安宜里有一个名为平安学堂的社区关怀站，在新任里长中黄俊宇的用心规划之下，经营的有声有色，成为许多人士参观学习的模范站。一到平安学堂，副院长陈其迈就感受到长辈们的热情活力，还和立委李坤泽一组跟长辈们 PK 冰果投掷，长辈果然是有练过。另外，长辈们的手也很灵巧，在老师的教导下，利用环保回收物做出许多有创意的手工艺，像是用塑胶帽做成的瓢虫，上面的点点都是安宜社区的特色景点，让人惊艳。这个都是我们社区的景点，长辈他也是觉得有兴趣啊，按我兴趣，我们就会教他做一些手工艺，对对对，他们尽量是利用环保时候废物利用的东西来做这样子啊。以前我们荣誉理事长
伊就有在讲吼，要做关怀据点，我讲好啊，那我们就延续下去。平安学堂社区关怀站在新任里长中黄俊宇的用心规划之下，安排许多动静态的课程，经营得有声有色，长辈们也很喜欢。副院长陈吉迈和立委李坤泽也希望持续增加长照经费，照顾更多长辈。最近吼，我嘛咧规划讲，未来政府的长照吼，嘛爱跟继续来照顾咱的中国时代，所以未来吼，咱的预算增加更大，增加600亿。要来照顾咱的时代，政府拢是用这种啊长照基金来照顾咱的中国时代，加收入户是免费，用加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淡薄负担俩，一般户咱拢是推动这种平价的这种长照的照顾。设在安怡里活动中心的平安学堂临近社区，长辈们都可以就近前来活动，做做手工艺，玩玩游戏，长辈们都活力百倍，越活越健康。阿公阿妈，社区好新闻，黄俊怀、赖昌邦采访报道。政府推行的长照 2.0 很多人听过，却因为繁杂的程序没有能够顺利的申请运用。三民区千岁里新任里长徐婉玲听到里内长辈的困扰，就深入了解长照服务的内容，不但获得长照智能的认证，也邀请里民线上上课，成为推动长照服务的一员。住在高雄市三民区千岁里的孙爷爷看到这么多人突然到访，精神显得特别好，还开心地站了起来，多走好几步。厉害哦！哎呀，你来行去。高龄96岁的孙爷爷是千岁里年纪最长的老宝贝，有些失智和重听，平常跟太太两个人老老相伴。经过里长徐婉玲协助，最近申请长照 2.0， 有居服员到宅帮孙爷爷洗澡，也陪伴运动散步。知道长照，但是我觉得刚刚没显现就会去了，所以就透过现在透过这个好像还蛮快的。那一方面他也快乐一点。不然以前就没有人互动啊，他会跟他聊天啊，至少出去走的时间半个钟头，总比他不出去好啊。针对一般户，然后低收户、中低户都是几%几%，然后的话就是可以帮他看他们需要什么服务，我们会请社工来帮他们做。有感高龄社会到来，在第一线服务的里长最能得知居民需求。新任里长徐婉玲不但拥有长照智能认证，积极协助符合资格申请的长辈，也善用长照资源邀请里民一同上课，加入成为长照服务的一员。老人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自己老了以后，也应该知道一些常识，还有一些关于对我们的福利啊。照这个长照哈，听起来是不错啦，可以帮助很多人呐。我们的概念也会比较好啊。希望就是我们里内有人就是一样要去上过课，然后你知道长照这一块，然后去帮老人做服务。我们就是先针对我们里内的老人去帮他们做服务，那也让我们里内的这个年轻人他也是有个工作，这样照顾社区长辈也获得工作的机会。不过最迫切需要的长辈往往碍于资讯缺乏及繁琐的程序措施申请良机，还好千岁里里长把资源深入各个家庭，让政府的美意不至于沦为口号。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听到芭蕾舞总觉得遥不可及，苓雅区玲珑里翻转了这个观念，关怀据点就请来芭蕾舞老师为长辈打造适合他们的课程，从拉筋到体态，在老师专业的引领之下展现优美的舞姿，成为人人称羡的银天鹅。拉长手臂延伸到指尖，做出优雅的芭蕾舞姿势。苓雅区玲珑里关怀据点的长辈，尽管上了年纪，动作姿态都努力做到位，像是优雅的银天鹅。是这个银发芭蕾的课程，我们称为银天鹅啊。我们是希望说，他们可以透过这个课程，在他们的长辈的生命余命啊，就是优雅的展翅，然后舞动生命这样子。不同于关怀据点常见的健康操或是太极拳，玲珑里关怀据点与音乐养生慈善公益协会合作，请来芭蕾舞老师为长辈打造适合他们的课程，从拉筋到体态，在老师专业引领下，改善背部与核心肌群变得有力，平衡感与身体协调性也变得更好。动作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以及改善因为老化和缺乏运动所造成的一些腰部的慢性
疾病。另外呢，在课程中我们会有一些拉筋还有延展脊椎的动作，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筋膜发炎，还能够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因为政府现在也在推长照 2.0 啊，也希望说借着这个哈，每个社区都能把这些长辈带出来，让他们活动啊，要活就要动啊，让他们活络筋骨，对身体也蛮不错的。看似柔软缓和的芭蕾，其实需要用到各部位的肌群力量，大脑也要不断记忆舞步动作，对延缓失能和调整身心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会有一些图像式的引导，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表达上面会有，例如说天使在飞翔啊，翅膀的伸展啊，然后飞翔到哪里去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语言的表达上面是有一些啊，这段期间都没有工作嘛，想活动活动筋骨，那来做了以后觉得好像筋拉的比较松一点，对身体帮助蛮大的。有接触过芭蕾舞吗？没有。上课之后觉得怎么样？觉得很好，骨头比较软，精神比较好。鼓励大人来跳舞，首领者学芭蕾，这股风气从欧洲吹来台湾。玲珑里关怀据点跳脱一般人对芭蕾舞遥不可及的想法，让长者翩翩起舞，也期待影响更多长辈走出家门，一起成为优雅的迎天鹅。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响应政府推动行动支付，也促进消费成长，盐城商圈业者结合一卡通推出利多方案，只要使用行动支付就可以获得 20% 的优惠回馈，参与的盐城区的店家普及率更达到 58%， 位居全高雄市之冠。买手摇饮料，手机拿出来逼一下，不用掏钱包。很多人觉得行动支付很方便，而且现在来到盐城商圈，店家也大力推广，省下找零麻烦，也能避免拿到假钞，直呼好处多多。我们现在商圈一直在推行动支付，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推，因为我们在这边很多的背包客还有外来的客人，那我们觉得行动支付非常方便，可以避免收到假钞，然后也避免找零钱这个样子。 iPay 的话是这大概是3年慢慢在推广，那而且一般来讲客人小额支付上面他会觉得说比较不会那么大的压力，速度上也比较快，不用带现金啊，找一大堆零钱有没有这边数来数去的问题。响应政府推动行动支付，也促进消费成长，盐城商圈业者结合一卡通推出利多方案，只要使用行动支付就能获得20%优惠回馈。觉得20%是很高的一个回馈，之前没有想过会这么多，而且用行动支付的话就不用带钱包，然后也不会找零钱很重的感觉，就觉得很方便。很多客人很注重这个20%，他觉得20%实在是太好了，太棒了。一般来讲的话，像现在保货公司很多什么周年庆活动，回馈顶多也是3-5%而已，很少有到这个20%的比例那么高的。参与的商家普及率更是高达58%，位居全高雄之冠。除了回馈好康，新盐城商圈繁荣协会将在12月20日推出一系列手机支付回馈活动，只要消费满100元就能获得限量的一卡通票卡，一直到明年的1月31日，这个活动持续很久。那接下来我们还有20日跟21日的，20日我们有个快闪活动，3个小时，你只要消费满100元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店家用行动支付支出，就是去付款，然后输进你的手机，让我们证明你是用行动支付，那我们就会送你一张一卡通。吃小吃也能跟上消费潮流，盐城区每年吸引大量国内外旅客造访，从早期的舶来品到传统美食，近年来更融入地方创生，推行动支付，减少民众前端提领现金，后端消费支付并行，一卡就能享受多元服务。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罗少君采访报道。怎么让市区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土壤，认识农作物呢？左营区新上国小把走廊的花台变成农场，让孩子用一步的距离就能够栽种各种蔬果。今年9月初种下的玉米粒，3个月下来已经抽高长成180公分的绿巨人，不但果实饱满，枝叶健壮，还能够遮住刺眼的阳光，降低温度，成了天然的玉米窗帘。用力摘下还没成熟的玉米，一层层剥开，跟同学分享现采玉米笋的鲜甜味道。吃起来甜甜酸酸的，
有没有很开心自己种吃到自己种的蔬菜？有。会不会拿回去给爸爸妈妈吃？会。何不是每间国小都有这样的福利？位在北高雄的新上国小走廊花圃很不一样，有玉米、番茄、蔬菜，还有各种香草。特别是高大的玉米几乎顶到天花板，都是学生每天悉心照料，专业程度可不输给小农夫。牛奶可以把它先倒一点点水，然后就可以浇起来，就长得比较快。我用浇水的方式，还有用晒太阳的方式去让它长大的。推广食农教育，尽管位在市区，先上国小也要让孩子接触土壤，有机会种植农作物。三个月下来，当初小小的玉米粒已经根根笔直，抽高成180公分的绿巨人，不但结实累累，树叶扶疏遮住刺眼的阳光，降低温度，成了天然的玉米绿窗帘。玉米可以让我们吃，也可以帮我们遮阳光。本来以为玉米是那种外面市场卖的那种一株种下去的，但是没想到这么大颗的玉米是从一粒玉米粒种下去的。新上国小推动食农教育应该至少也超过10年的时间，那么今年开始啊，我们特地加入很多美感教育的氛围在这里面，所以今年的食农教育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这个味觉教育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期待玉米收成变成桌上美味可口的佳肴。新上国小校长王定言表示，食农教育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一步的距离，花圃也可以变农园。种植照顾的过程不仅增加孩子农作经验，也学会欣赏植物美好，对艺术美感、餐桌礼仪都有很大的帮助。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学校的厕所大多比较老旧、昏暗，没有特色。小港区太平国小就在厕所改造时加入了学校的教学特色，像是女生厕所用马赛克呈现校园的蝴蝶园，男生厕所则加入篮球校队的篮球元素，学生们上厕所都不再有不舒服的感觉。来到女生厕所，可以感受到光线非常明亮，门板是淘洗的粉红色，墙上还用马赛克拼贴出蝴蝶、大嘴鸟，好像来到动物园一样。我觉得上面的大嘴鸟很可爱，让我想起动物园里面的很多动物。蝴蝶的颜色很缤纷，然后以前的厕所比较暗，然后现在比较明亮，厕所又比较大，以前的厕所都很小，所以上起来会不舒服。男生厕所也有了大改造，同样光线明亮，门板是漂亮的蓝色，外墙上还有不同颜色的圈圈，代表篮球校队的篮球意象，路过时都忍不住要跳投一下。所以你刚刚有做一些投篮的动作哦？对。就可以投到最高的篮球吗？可以。改善了以前厕所较臭以及较不卫生的环境。拱门吗？好像也是很特殊，然后以前厕所比较脏乱点，现在真的是超卫生。会啊，我们鬼之外都躲着别人。小港区太平国小是在厕所改造时加入了学校的教学特色，像是蝴蝶园和篮球校队，为了顾及品质，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时都费了一番功夫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呈现出它是一个圆润，然后色彩缤纷但安全的一个品质，所以其实在过程中其实也一直不断的要求，就是施工单位就是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标准，然后可以还给我们一个就是很安全，然后很卫生，而且有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如厕的环境。学校厕所大多阴暗潮湿，还有点味道，也不太会注意舒适性和设计感。太平国小借由厕所改造加入巧思，让厕所也能够成为学生玩耍逗留的好地方。社区好新闻，黄俊怀、赖昌邦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
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这歌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予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色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打，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看到了吗？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